火匆匆出生时脚带火，因此被视为不祥而被遗弃。幸运的是，火师傅收养了他，并且言传身教，让火匆匆利用自己的天赋，最终练就了火毛腿的本领。不过，火匆匆天生调皮，总是利用火毛腿本领去捉弄别人，很多蚂蚁都非常讨厌他。而在那次竞速比赛之后，火匆匆就更加。各位观众，各位朋友，布兰星第八届极速竞赛已经开始，参赛的各位选手正在赛道上你追我赶，太激烈了！大家快看，赛车运动员在以500公里的速度在赛道上飞驰着。哇，开出的赛车运动好像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哦，最精彩的悬崖赛道出现了。瞧，给我们自己开的赛车飞奔过来，毫无惧色，朝着悬崖另一侧加速，再加速。停速的声音是？太神速了！听快递公司蚂蚁火匆匆，仅凭双腿就冲到了第一名，好作剧，好紧张！现场的蚂蚁朋友们，你们紧张吗？他打破了他师傅在布兰星上最快的记录，恭喜火匆匆第一次参赛就拿到了冠军。师傅，你看我帅不帅气？很帅，你是 Q 快递公司最帅气的蚂蚁。哈哈，我是布兰星最帅气的蚂蚁。呵呵，蚂蚁明星火匆匆。匆匆，你没拿到暴风城堡的包裹吗？暴风城堡的路又远又不好走，我不去。那空中花园的快递呢？空中花园的蚂蚁每次比赛都垫底，我才不去。礼者敬人，人恒敬之，得了冠军更要做好榜样。我可是布兰星最快的蚂蚁，是明星，应该是他们敬我。哼！哎呀，不好，这个包裹送达时间快到了。宇宙第一快递来了！你们这些慢吞吞的不要挡路，燃烧吧，快！什么情况？加速，再加速！火匆匆，每天都有几十封投诉信，都是希望你离开。就算你是冠军，也要顾及街坊们的感受啊。那就不要让我送即日大快递啊，还想让我走，下届比赛赢了我再说。哼！火匆匆，你回来啊。得了冠军以后，火匆匆就更加傲慢无礼了。但是上一次，也是他把时光城需要的药品及时送到全城病人，才能被治好的。如果不是他师父给客户道歉，投诉信估计还要翻几倍啊！师傅，你能不能快点？你总是拖我后腿。匆匆，慢点儿，有些易碎包裹，快了容易坏。慢了，人家会觉得我这个冠军是浪得虚名的。谢谢。火匆匆，你师父背了那么多包裹，多辛苦啊！你为什么不帮一下你师父呢？师父有师父的包裹，我有我的包裹。是师父送的慢，跟我又没关系。没有师父，哪有你的冠军？哼！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被别人看不起。
你以后也不要跟我一起送快递了，你老了也该回家休息去了。哎，看来我真的该离开你了。没有你，我一样可以拿冠军，走着瞧吧。我师父就这样走了，再也没有出现。冠军火匆匆依然我行我素，直到新一届的比赛。欢迎大家收看第9届不兰星快速竞赛现场直播。本次比赛的冠军将会赢得木兰星上所有重要的快递业务，就算开车也跑不过我，还是别来出丑了。火匆匆，你不要太得意。能够比我快的蚂蚁还没有出生，我就是这一届的冠军。要是你输了怎么办呢？要是我输了，我就退出快递界。上届冠军压下了重托，你们是想留他还是走呢？比赛马上开始，5、4、3、2 ，Ready Go！ 这么慢还敢来比赛？啊！是火匆匆，他使出了他的绝技飞毛腿。哇！短短用了4秒就超过了前面时速200公里的赛车。快！Hello， 居然冠军在这儿！冠军在这儿！快打招呼！难道冠军是铁板钉钉吗？这家伙是谁？没开赛车竟然还能追上我！风云突变，风云突变，黑马出现了！哇！黑马居然是神秘的面具蚂蚁！面具蚂蚁竟然跑在了火匆匆的前面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神秘的面具蚂蚁快速闪电，火匆匆进行一号，他们的速度快到爆啊！新的蚂蚁新纪录要被刷新了吗？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究竟谁会上到最后？我要赢！冲线了！哇，冠军诞生了，是面具蚂蚁！掌声送给我们的新科冠军。咦，火匆匆去哪里了？不会那么快就被小鸟离开快递界了吧？我当然希望，不然我们快递又遭殃了。那个新冠军蚂蚁是谁啊？我要叫火匆匆就好。火匆匆，退出快递员界可是个人的耻辱啊！你走了，也许又会投诉我们送货太慢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是来嘲笑我吗？不好意思，见笑了。啊，这图案是皇城的专用图案，快打开看看。哦，明天中午12点准时到达五行中心，参与蚂蚁重返地球感恩任务。师父，这是？去吧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嗯，烈火六星。领悟了中华文化礼之道的火匆匆，就是这样成为了五行使者之一，来到了地球。
哇哦，嘿，土豆豆穿越了华北大平原，哎，土豆豆越过了太行山脉，嘿，土豆豆登上了青藏高原，哇塞，好酷啊！看我的，我还有更厉害的。呵呵，哎，豆豆飞越了珠穆朗玛峰，哎，我也要玩，给我玩玩。哇哦，火葱葱一飞冲天喽！哇，怎么那么吓人？你摔倒的动作观赏性更高。你竟然背后偷袭我，技术不行可别对我凶，要是你技术好就可以躲开了。明明是你丢的香蕉皮，还说我技术不好。哎呦，我的滑板。哇哈哈，得到报应了吧。你陪我滑板关我什么事，要陪你找那块香蕉皮去。就是你，不关我的事。这里是你，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嗯，都怪你，就是你，不关我的事，就是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就吵起来了？火葱葱弄坏了我的滑板，还不给我赔？明明是你的错，要不是有香蕉皮翻一百个跟头，我也摔不着。土豆豆，你不该丢香蕉皮，火葱葱，你有不对的地方。哼，不是我的错，我才不赔呢。哼，就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就是你的错，就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就是你的错。就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就是你的错。老大，你跟蚂蚁在吵架呀？嗯，真热闹。五星蚂蚁们，代表美丽的李系小灵珠又出现了，就在杭州湾大桥上。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，长度在世界上排名第3。它就像一条巨龙一样，横跨了整个杭州湾海域。五星火箭已经传送到地球了，它能帮助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。这就是五星火箭啊！怎么会有个洞啊？啊！我们出发吧，小伙伴们，快走！为梦想出发！哇！这火箭安全吗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嗯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东西掉了。坏了，是火箭掉零件了。五行召唤，燃烧吧美丽的焰火，烈焰金刚。看来训练还不够。哎，好软，不痛啊。哎，看我的！五行召唤，点亮的诚信的光芒，大地之人。成功降落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！你没事，我有事儿啊！啊，火葱葱好像卡住了！救我！我卡住了！来了！那边有什么东西？还真是巧啊，既然任务完成了，那我们赶紧都归队吧。哎，火葱葱还没有下来呢，这里又没有香蕉皮碍他事，他自然有办法下来。怎么突然刮风了？难道是幸好赶到了。啊，又是你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
火葱葱有危险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们怎么会知道小灵珠的位置？本大人是天才，什么都知道。说，你们是不是跟踪我们来的？快点把小灵珠交给我们，不然我就红烧了这只蚂蚁。我们怎么办？先救火葱葱。不要给，我们的任务是收集小灵珠，火葱葱只会拖后腿。土豆豆，不许你这样说。我才不需要你救我。我数十下，快点把小灵珠给交出来。十九八七六，给他们，快给他们！看来只能给他们了。烈火咆哮！火葱葱，你没事吧？拖后腿的家伙，不知道是怎么被选为五行战士的。没有良心的家伙更加没有资格当五星蚂蚁。别打了，到手了。耍诡计的坏蛋。不好，小灵珠被抢走了。变形雷布。不吞吞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找到小灵珠了吗？博士，不好了，土豆豆和火葱葱在打架，小灵珠被雷阵阵抢走了。博士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有博士没难事。你们立刻给我住手，事情经过木吞吞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们竟然为了一件小事而失去团结，难道你们忘了我们是为了共同梦想才来到地球的，而不是为了来这里打架，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呢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这就对了，赶紧把小灵珠抢回来。天旋雷破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不要紧，筋疼痛。现在轮到我们反击了，五行召唤，聆听吧，爱心的呼唤，神木战神。娘，人呢？哎呀！哪里跑？植物机能，我不会游泳啊！我的小灵珠呢？快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呀！哎呀，我也不会游泳。火葱葱，回去我们再来一场真正的滑板比赛吧。好啊，这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。李希小灵珠只剩下四颗了，可恶的火葱葱！霹雳雷电！我又不是我孙子。